明星夫妻吵架有多真实，两情性还愿不方便，行动难免缓慢，陈建斌不仅不帮忙，还十分不耐烦。好了吗你？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你不要说了，等你呢。江晴晴叫他去关门，陈建斌脱口就骂：“都给我那边门。”这不是，哎呀，神经病吧？这个窗户关不了，得从里头关。我让你关门。凌潇肃一大早耍起了起床气，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因为你，就这个环境。幺七是。唐一飞也不是善茬，直接怼道：“我觉得你也恣意有点过分了吧？信不信我从这跳下去？你别一天到晚上纲上线，我最讨厌你就是这个了。”求此炫给于小光500000零花钱，于小光转身全卖了股票。我给你50，你都买，全部买股票，对不对？我给你50，你都买，全部买股票，对不对？惹得求此炫大发雷霆。내가돈목돈그래남자가기죽으면안된다싶어가지고목돈주면전부다다가주식하고무슨친구들식당한다고투자